轉咧就好多大學嘅教授咧，慢慢係會嘗試去做呢方面工作。
想搞先出嚟，而家我自己去搞緊公司出嚟，好多公司都有出嚟咗。誒，大家好，你話呢個商湯好，其實都係咁樣慢慢演變出嚟。明白，即係話誒，即係第一國家有一個好好嘅政策啦，係咪？咁例如誒香港嗰個思維咧，佢改變咗啦，或者係誒周遭嘅氛圍咧都改變咗啦，係咪？咁你誒即係另外就係誒創科局成立都有幫助啦，絕對有幫助。咁啊，咁啊，咁啊，我記得當其時咧誒。我哋去爭取成立創科局，大家都有份去講嘢，咁啊都好頻密噶嘛，係咪？去立法會去講嘢啊，咁我哋其實係一面倒都支持成立創科局，但係咧，啊，我又發覺當其時我哋今屆咧或者今屆都會有一位立法會議員，喺呢屆立法會議員都係不肯對喎，有冇諗過啊？係咯，阿立法會議員佢有爭取喎。他有爭取其實咁講，我覺得就個社會會進步緊嘅。咁其實立法會嘅民意代表咧，係好需要咧，係去代表我哋每個市民嘅聲音，同埋社會進步過程當中咧一啲新嘅聲音。咁而每一個代表人需要做工作咧，就係將市民所需點樣令到個社會有進步，係可以藉住佢喺議會嘅身份咧，係代表我哋爭取。咁呢個角色好需要咧，係有啲咧有新思維、新理念嘅人去做咯。明白啊？阿勇哥，你講得好啱，即係話代表民意，即係去將民意嘅嘢去帶上去立法會嘅決定。咁啊，我又見到而家咧好多我哋叫反對嘅議員啦，係咪？咁佢經常咧都係即係極同民意有啲逆差喎。你又點睇呢樣嘢咧？我覺得好多都係，好似啱啱。高鐵咁計，應該係個個都贊成咁就八成啦。我講啊，但係佢哋又反對喎。呢啲係即係點解會有咁嘅常態咧？反對派有好多時候，如果我哋分析咧，就因為反對派需要嘅票源咧，其實係由一啲可能對政府不滿嘅人。咁啊，其實你好理性嘅分析咧，如果對政府不滿，對政府政府不滿嘅嘢，而你可以將政府不滿嘅嘢解決到，咁變咗不滿嘅問題就冇咗。咁佢可能好多時候會係喺某程度上咧係丟失咗嘅票源，即係可能支持嘅人點講轉咧係越嚟越少，因為反對政府人越少嘅時候支持人越少。咁所以好多時候你見到反對派，我哋好可惜見到香港回歸之後咧，有個現象就係反對派議員咧好多時候係會將一啲香港嘅問題咧。不是去解決，而是將個問題咧更加激化。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即係其實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利益衝突，即係好大嘅 conflict。即係如果係正常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初嚟做嘢應該係為社會做嘢。咁呢個其實就係我哋民主社會嘅原意啊嘛，即係我哋民主社會就係選一啲人係令到可以為個社會嘅進步，我哋無論經濟、民生、社會嘅進步，去諗一啲。好嘅嘢，做一啲實質嘅嘢，為社會進步，去出謀獻策。咁議會咁嘅角色，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見到我回歸之後嘅香港嘅議會嘅生態咧，就好似唔係好似係咁。咁呢個都係一個其實好值得我諗一啲學者或者專家咧去研究嘅一個議題。因為正如阿 Jackie 你咁講，如果係正常嘅情況之下，我哋去做一啲嘢，真真正正嘅即係嘅議員咧，應該係做一啲嘢咧，係為社會進步做。他們做的決定應該是以市民的依歸去做，很多時候你說他們為何會是一些很明顯地是應該是對民生好的東西為何要反對呢？我個人覺得就是他們往往都會找到一些理由出來去，這些理由呢是可以去觸動到他們的反對的聲音，代表他們的聲音。這件事其實我覺得是很可惜的，因為社會其實我哋需要聽到多啲嘅聲音，但係我哋唔係需要聽到一啲咧係阻礙到社會進步或者發展嘅聲音，而係啲聲音係應該係會係令到我哋嘅進步咧更加多嘅聲音。
所以講香港回歸21年，其實我哋係浪費咗好多時間嘅，即係我哋好多嘢，其實香港好多嘅模式咧，我哋真係可以見到我哋去探討，即係包括我哋而家議會制度係咪真係最理想咧？其實我個人覺得有好多嘢可以改善，包括我哋好多時候啲工程啊、嗰啲招標啊、嗰啲咁嘅去做啊、嗰啲顧問啊。管理制度啊，或者係點樣唔同啫？點解我哋屋地咁鬼貴，或者地咁多問題，冇做好咧？如果有顧問，而家以前顧問制度真係好成功嘅話，點解我哋會出現咁多問題？冇人理啦。其實同議會制度身價都好似，呢啲係我哋以前一路叫傳落嚟，係啊，即係嘅一啲習慣。咁呢啲習慣，我覺得其實都係社會進步啦，包括議會都好啦。我哋應該就係將啲漏洞嚟改善。改變其實議會嘅代議士咧，係有責任改變呢啲嘢。作為民生嘅立法會，可以有更加多一啲係為社會好嘅一班議員，係可以真真正為香港嘅市民做一啲真所需，同埋要社會進步嘅一啲議題、一啲方案，同埋係令到社會唔再蹉跎歲月。明白明白。啊，多謝你啊，用多謝。啊，你話反對